氧气女神刘诗诗蜡像将于10月24日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展出。本次刘诗诗蜡像的量身制作均由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专业制作团队来完成。量身现场，英国制作团队为刘诗诗进行了量身色彩配对等一系列工序。量身过程中，从创意形象报告到全身各细部的测量拍摄，总计达200多个数据的收集和色彩配对，耗时将近3个小时。蜡像制作团队将根据测量所得数据，用6至8周制作出一个精致陶像，再制出石膏模具，再将蜡注入石膏模具，从而完成蜡像模型。而蜡像的最终完成还需要雕塑师的精雕细刻，工序包括头发植入、细部着色和身形塑造，整个过程将持续8至12周之久。不久，在北京的小狮子们就可以去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与女神亲密互动了。